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是11月24号，是圣诞主日。这是一个普世欢腾、救主降临的日子。我们夏威夷华人第一教会在这里欢迎大家，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和我们一起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在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以前，请大家把手机啊设到这个静音模式或者是飞行模式，这样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敬拜环境，让我们在敬拜过程中不受干扰。现在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敬拜。下面有约书亚团契献上赞美诗歌《属主恩惠和何等恩典》。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随着2023年拉下了帷幕，我们即将迎来了新的一年。但是无论何时何刻，我们都要属主恩惠，如此我们便会发现神是如何的眷顾我们。所以让我们一起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们，你们身体许可的话，我们邀请你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数算主恩。
定要不知足地欢乐和颂赞，数主恩典要你一一数，既看他像如幻全不离，数主恩惠要你一一数，你就要学习他像如何爱你。当你看见别人舒适的很痛，你若念住一时心就不会动，左手的恩惠原来不出来，你有了福的家又有主的爱，数主恩惠要你一一数，既看他就如何眷顾你，数主恩惠要一一的数，你就要学习他将如何爱你。姊妹们请坐。感谢主，在这圣诞的季节，我们仍然要记住神何等的恩典竟然眷顾我们，何等的恩典宝血为我们流。
谢谢约书亚团契。下面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诵读我们的信仰告白《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灵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会众继续站立，我们齐唱崇拜圣诗《小伯利恒》。
请会众继续站立，下面我们低头为今天的聚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这个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里，首先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的独生子为我们降生在马槽。如果不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我们这些所生在罪里的就没有得救进入永生的盼望。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才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如果不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我们不可能理解上帝真实的形象。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主啊，祈求神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真正的认识圣诞节的意义。过圣诞节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让我们每个人都查看我们的心，看我们有没有悔改，并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让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都诞生。我们要把今天主日敬拜交在神的手中，求神保守看护。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救名，阿们。下面我们存感恩的心来同声朗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会众请坐。下面有约书亚团契点亮代表仁爱的圣蜡烛。圣经的故事围绕着一位真神选择了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摩西带领以色列的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役后，他们到达了西奈山，在那里神特别应许要爱护他们，但即使他做出了这个应许，人们却铸造了一头金牛犊来崇拜偶像。神准备惩罚他们，但摩西祈求怜悯，神心软了，重申了他的圣经应许。在出埃及中，上帝被描述为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赦免邪恶的、叛逆的和罪恶，但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在整个旧约中，这段经文成为了号召人们在犯罪时悔改、接受宽恕并重新体验神的爱的宣召。虽然我们在新约中没有看到这些经文被直接引用，但我们在约翰福音中找到了它的核心。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已经看到他的荣耀，独生子的荣耀，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在西奈山，神的荣耀被云彩隐藏，但随着耶稣的诞生，神的荣耀以人的形式显现出来。在旧约中，神住在一个称为会幕的帐篷里。在新约中，神通过耶稣搭棚在我们中间，充满了恩典和真理。
神如此爱我们，以至于他来与我们同在，但我们都犯了罪，神怎么能既爱有罪的人，又惩罚有罪的人呢？答案是，上帝可以给予我们爱，并通过承担我们应得的惩罚，来满足他的正义。耶稣，上帝道着肉身，用自己的生命偿还了我们的罪孽，以便我们能够生存。十字架是正义与爱的交汇处。当我们在降临节第四周点燃爱的蜡烛时，我们感谢上帝富有同情心、仁慈和慈爱的品格。我们赞美他派耶稣来拯救我们脱离罪孽，并赐给我们永生。我们很感激神足够爱我们，愿意在十字架上承受我们的惩罚。今年圣诞节，我们庆祝上帝没有躲在云层后面，而是在一个名叫耶稣的小婴儿身上，充分显现了自己。下面是诗班献诗，齐来忠信圣徒。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34:6-7。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下面是正道时间，由本堂的卢光明牧师为我们正道。正道的信息是：迎接生命礼物，以马内利。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很高兴我们听到诗歌，我们的诗班这么洪亮的歌声，一年可能今天是最高潮的，你们有没有觉得？有觉得的话大家拍拍手鼓励鼓励，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是迎接生命的礼物，今天的主题也是非常的震撼。我们怎么样来迎接生命的礼物？刚刚我们已经读到，今天我选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这是摩西他从山上下来要拿个两个石板，是第二个石板，第一个石板是耶和华神自己所刻的，第二个石板他重新选了两块石板，他非常的尊严尊重，很慎重的拿了石板，耶和华从他的面前经过，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耶和华，耶和华，我们就知道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我们知道创世纪和启示录就是首先和启示录，幕后的是就是有怜悯有恩典，这两句话我们就足够神的怜悯，足够神的恩典。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讲到今天是我们第四个点灯，讲到爱，神的爱从哪里来？从神那里来的。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诚实就是实实在在，永远不会变的，不说谎的，为千万人存留，又是一个慈爱。所以这两个慈爱就是耶稣的爱，赦免罪孽。因为要有这个爱，我们有对象可以向神来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孽和过犯，是无意中和有意中所犯的错，特别是罪恶。神是最忌恶圣罪的，但是他爱罪人，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罪我们有时候是不晓得无意中犯的错，犯的罪，但我们有时候是无意中犯的罪，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的不完全，所以我们才要需要神的慈爱，神的爱。他是公义的，自父与子直到3-4代。我们来做个前言，给大家吃个前菜。耶和华是有怜悯，神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诚实，神为千万人
的慈爱再次的赦免我们的罪孽过犯和罪恶。耶和华以勒就是他，耶和华必预备，他预备什么呢？预备全部的，特别是今天耶稣基督要降临，我们庆祝他的降生。耶稣降生关于全人类的大好信息，有天使亲自宣告说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是耶稣的名字，神与我们同在，多美妙的名字。耶稣要跟我们同在，又是以马内利。我们知道以赛亚书与马太福音的经节，两段经文，旧约和新约，都能看到，因为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是旧约。那新约呢？有王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旧约、新约，整本圣经都出现了这个以马内利，就是神跟我们同在。所以至高的神，三位一体的神，他就是这么的要来到降到世上来。他来有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降生在马槽里。他这么卑微来到马槽，他不是在王宫，他是这么卑微。天使称他的名，起他的名叫以马内利。这只是图画，但是真正的当时比这个更非常的脏乱，非常的阴暗。那但是神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拯救我们，特别他要进到我们的心中。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接受这位以马内利到我们的心中呢？我们有没有活出耶稣基督他的跟我们同在呢？迎接新生命的礼物，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礼物。教堂里隆重的庆典由五支蜡烛组成，我们看到还缺少一支蜡烛，那一支蜡烛是不同。我们第四主日是点亮烛光的代表，正中间的白色蜡烛点亮以后呢，它的烛光就代表耶稣要照亮黑暗的权势。祷告的功效，我们再来看看，可能34年左右，将近35年的时间，东西的蜡烛推倒这个城墙，怎么蜡烛可以推倒城墙？这是非常奇妙的，大家都不了解为什么，它有一个典故。在34年前11月9日的时候，柏林围墙倒塌了。为了要纪念34年柏林围墙一倒，欧洲从此告别冷战的分裂，连最大的苏联也一样，分割东西柏林的柏林墙和布兰登大门，也成为世人心目中推翻集权欧洲的一统的象征。很奇妙，为何东德会在一夜之间瓦解呢？
且没有发生任何的战争，一颗子弹都没有。这奇妙的事其实与圣经的运动有极大的关系。从圣经被翻译成世界2000多种语言，感谢主，福音要传到地极，就是要看到圣经神的话向你说话，真理以爆炸性的速度被阅读、传扬、传阅，人心被改变，也被更新了。柏林围墙倒塌是发生在1165年所建造的尼古拉教堂，尼古拉，这是一个教堂，当时东德是又最大、设计最典雅、装饰最华丽、历史性古老的教堂。这教堂聚集人民以点烛、点蜡烛和祷告，以非暴力的战争方式推倒柏林围墙，促成了1989年东德的瓦解。真的，我们要知道什么原因吗？就是在描述当时所发生的事。事情是这样的，东德共产世界里一切都受到控制，人虽然可以到教会来做礼拜，我们现在正正当当来做礼拜，那有些地方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却不能有其他的聚会。有一个年轻牧师很喜欢查考圣经，我们看到今天的例子、今天的事件，可能我们祷告会一定会增加很多人，因为祷告的力量，没有祷告就没有力量。于是他私下邀请了两位好友，就是两位弟兄，他们在查考圣经。过了3年的时间，一直查考查考，3年的时间，有一天他们查到以赛亚书9章2节，以赛亚书9章2节，看到圣经上写着，我念给大家听，大家好好的注意，神通过以赛亚来向我们启示，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耀他们。就这么短短的一节经文，平常看到这节经文没有什么感动，但这次他们的心灵就受到极大的感动。在分享中，他们看到自己东德百姓活得像黑暗，但是上帝却透过这段经文告诉他，连住在死荫之地也有光照耀他们。受到这句话的激励，这几位莱比锡的基督徒有感人之为恶所建立起来的围墙必须拆除，因而发起有目的的祷告，要一定有目的。我们这个礼拜祷告的记录起来，下个礼拜我们要神怎么应许，我们怎么感恩，如果还没有应许，我们继续祷告，有一天神会成全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于是他们决定将这个信息传给住在东柏林的人民。于是在祷告过后，他们决定要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出去发三支蜡烛，5支都有意义，都有典故的，并告诉百姓，你是否觉得活在黑暗中？因为圣经记载，上帝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耀他们，这是他们的需要，也是我们需要的。所以大家听到这句神的话，非常的震撼。这支蜡烛给你，有一天它要照亮我们。请你每天出去发3支蜡烛，告诉他们同样的话。蜡烛很容易产生共鸣，因为欧洲人很爱蜡烛。晚上吃饭不喜欢点灯，很喜欢用那个蜡烛。
若是你到餐厅吃饭，也是点蜡烛，很有这一个气氛。其实大家受到蜡烛的时候都是很害怕，但是接到蜡烛之后没有什么事发生，于是大家就到处去发蜡烛。这三个年轻人利用教堂的左边的祷告室烛光祷告会，祈求上帝怜悯与带领。有怜悯，上帝是有怜，有恩典。不久之后，参与祷告的人数逐渐增加，短短一个月不到，祷告会的人数从百千万，哇，我们这里可以中这几位百千万，到最后高达五十万。要怎么做？祷告之后，参与的人士手持蜡烛，以和平方式唱着圣诗游行，期盼将两地的人民隔绝的围墙拆除。奇妙，这些受执行格杀的任务的西东德的警卫没有制止这个祷告，因为我们看不到天军天马天使众天使围绕在他们的身边，也原本要成为刽子手的秘密警察，体会到祷告的力量和和平的可贵。就这样，人为之恶所建立起的柏林围墙，透过基督徒祷告、手持蜡烛，在非暴力抵抗的蜡烛政变下，被人民彻底的推翻了。这是蜡烛政变。我们知道，神他是无所不能，只要祈求祷告。我们平常只有祈求祷告，我们觉得是好像在念，今天这里念，那边就出去了。其实是在我们的从心里涌上来那种感恩的心来祈求上帝的怜悯，因为他就赐下恩典。主耶稣是基督，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本来是神，他愿意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又有真理。恩典就是免费的，不需要付出代价的。那真理，因为耶稣他就是真理，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永远不改变的。耶稣的降生是上帝为我们成就爱的救赎，他目的，他来到世上，来到降到世界，就是要成就爱的事实。他有目的，而且要成就，情愿将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谁不爱自己的生命，亲自献祭做代罪的羔羊。我们知道早前祭司还有祭物都是要献给神，求神怜悯，求神赦罪，所以用祭司来代表。但是耶稣他是用自己的生命来献给天上的父神，求神怜悯。一个人担当，全世界的人都担在他的肩上，要拯救世人，将一切世上的人担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纪念，今天纪念耶稣降生，就是最大的意义。他代罪的羔羊，旧约律法规条非常的严谨，非常的明确，哪一个做得到？或者靠自己努力是永远无法达到上帝完全的标准，他有完全的标准，唯有信靠耶稣的圣名，凡事都能。虽然我们目前不行，但是信靠耶稣，我们凡事都能。这生命的礼物就是神的同在，为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旧约
都是透过先知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如何名字叫做耶稣又称为以马内利？我们觉得耶稣很多名，但是这每一个名字每一个都有他的旨意，神的旨意。耶稣，这表明耶稣与以马内利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耶稣是基督，借由耶稣宝血的救赎，方能使原本与神为敌的人得到生命的礼物，非常的奥秘，这是奥秘。主是以马内利，第二大点。以马内利强调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在以赛亚先知以前，神就透过各种方式来表达以马内利，神的同在，神会与以色列民同在，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涵。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我们查考旧约圣经，神是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他不但要与以撒、雅各同在，也与亚伯拉罕的后裔同在，也与众信徒同在，就是我们这些信靠他的基督的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跟他同在，因为你没有信靠他，没有认耶稣为主，那他怎么跟你同在呢？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感恩的心，耶稣基督他是神与我们同在，他是神也是人，道成肉身，所以他是神。在我们四福音当中，有马太、路加，还有马太、路加，祷告了，马可还有约翰，这四位读他的作者都有不同的对象。马太他是犹太人，专门写给犹太人看，他是从君王的后裔，君王的这个来写这个马太福音。那路加呢，他是从玛利亚怀孕生子来写路加，他是一个医生。那马可福音，这个马可的作者，他是神的仆人，他神怎么样来做人的仆人，神的仆人。约翰福音的约翰作者，他是神的儿子，从神的儿子的角度来写，那这样我们四福音就觉得更清楚了。天使告诉约瑟说，这是在马太福音他所宣讲的，要给孩子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不只是要从犹太人，他是自己的百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真的是不配的，我们也可以从他的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人的最大的福分就是神的同在，神若不跟你同在，那有神眷顾于皮肤，因为当有神眷顾我们，保护我们，有一个信靠，有一个盾牌，那我们还怕谁呢？就能让得享这种平安。常常基督徒都说祝你平安，后面加上祝你喜乐。以马内利是每位信徒的盼望，我们不断的要追求神的同在，不断要感恩以马内利。第三，主是弥赛亚。有些基督徒
他们有时候还不了解以马内利耶稣，那又是弥赛亚。我们现在来好好来分享了解神将这个弥赛亚，上帝向我们说话，有没有向你说话呢？透过圣经读经祷告，他会向你说话。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位公义的苗裔。在耶利米书圣经里面是最会哭的一个先知。他为什么哭？因为犹太人以色列人不信这位伟大的神。但是这里预言说大卫要兴起公义的苗裔，大卫是我们知道是以色列最伟大的王，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义、公平和公义。神是公义的，大卫既称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上个礼拜我们也有提到，他是大卫的子孙，有几个麻风病人，耶稣要从那里经过，他们大声喊着：“大卫的子孙啊，救救我！”大卫的子孙就是从君王一直的后裔，所以称为大卫的子孙。他要公平和公义。那耶稣基督他是从大卫的子孙，我们看马太福音就知道一直延续下来。那大卫和耶稣基督这都有祖系的连续，一直延续下来。基督的身位是宇宙中最大的奥秘，我们知道非常的奥秘。圣经讲奥秘以前是启示，后来在新约用奥秘来表达，基督徒也是奥秘，三位一体也是奥秘，基督也是奥秘，这都是奥秘。但这一切事都是真实的，都可以查考的，都可以又在圣经里面完全的显现出来，这是奥秘。神是守约的神，他是过去在旧约的时代，他不断的保护以色列百姓。现在呢，他与百姓同在，也是预言弥赛亚，是大祭司，又是救世主，又是受膏者。耶稣基督他就是弥赛亚，受膏者就是弥赛亚，救世主就是弥赛亚，还有等等，我现在不列出来，就这么样就值得我们来敬拜这位弥赛亚，大家都期待的。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我们都知道非常可怕、恐怖，死伤累累，人类比以前更渴望有弥赛亚，何况现在世界每个地方都非常的恐慌，不只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苏俄跟乌克兰，很多地方都蠢蠢欲动。像阿根廷的总统，他一上台就说要他的口号要收回福克兰群岛，又是想要战争，为了面子，或者是为了真正的为了百姓要得到和平，还有一段距离。圣经记载耶稣曾经数次预言自己要复活，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复活的神，加上他受害三天就复活，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他预表要复活，好像约拿他三天三夜在鱼的大肚子里面，
就是预表耶稣他三天三夜他要复活，全世界没有一样的人，没有一个人他能说他会复活，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他是复活的耶稣，充分显明的他宣告自己是弥赛亚。我们来做个结论，如何接受生命的礼物呢？今天的礼物，我们知道礼物是不要钱的，是送给你不要钱，不是要买还是要钱，但是这个礼物呢，它前面加上生命的礼物是非常贵重，没有办法。我曾经讲过，价格，这个礼物有价格，有金钱，1000块、10000块，但是价值无可限量，它是有价值的。这个有价值，这么珍贵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接受呢？在这个普世欢腾，就是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也好，是世界上都在庆祝温馨的圣诞节起假期，许多人都在赠送礼物，但是有一件最宝贵最尊贵的礼物，那我们就知道是至高神为世人所预备的生命礼物。有重要吗？当然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盼望你千万别错过。因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位婴孩是谁？有一位赐给我们，这位婴孩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个 baby， 就是一个婴孩要降生。最后这一句话带给我们神的爱，今天我们点灯，最后这是仁爱，神的爱点亮四个灯，若没有耶稣基督的这个中间这个点亮就不完全，我们还等到晚上来点灯，大家一同庆祝，一同迎接救世主要降生了，我们一同庆祝。神爱世人，神有没有只有爱我们中国人？他爱全世界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因为神爱世人，他的应许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应当说要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非常常常听的常常念的，怎么今天最恰当我们要得到永生？唯有一位救主，唯有一位耶稣，他赐给我们，要信靠他，我们才不会灭亡。我们在重来记忆重点的大纲，使我们更能清楚。我们一起念主题：迎接生命的礼物。第一点，主耶稣是基督；第二，主是以马内利；第三，主是弥赛亚。结论：如何接受生命礼物？感谢主。我们再一次的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献上感恩，今天是你降世到世上，为了要拯救你的百姓，我们来献上感恩的心，因为由于你道成肉身，坐在宝座上，愿意舍己，无条件的爱，无比的爱降到人生，为了要拯救失丧灵魂，为了要拯救不可爱的人，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么有大的福气能接受主耶稣，你做我们生命的主宰，献上完全的感恩，这样的祈祷，恭恭敬敬地仰望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请。下面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圣诗《万口欢唱》。当愿望口欢声高唱，数羊就足我，赞美我神，疼爱神长，并盼我大荣光。大爱之神增赐无量，助我到处宣扬，生命如尊，举世无双，光遍遍四方。耶稣子民能消尽苦，他为心中有情，我始终乐得经络中，心得生命安理，主出国化解决罪权，长短坠入珠帘，主血冷解之无不堪，主血使我所完全。下面是奉献的时间，请负责施捐的姐妹上前受奉献。会众请坐。奉献是基督徒的权利和义务，是回应上帝给我们的爱及供应，是一种祝福和荣耀。哥林多后书九章讲，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下面我们低头为今天的奉献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在这个世上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日用的所需，感谢你给我们有奉献的能力和福分，让我们明白奉献的意义和有一个奉献的心。我们今天把当献的一部分献上，去拓展神的事工，愿主赐福为你的福音事工而乐意奉献的人。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下面是欢迎与报告的时间，我们看看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教会参加我们崇拜的弟兄姊妹，看看我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参加我们教会崇拜的，好像都是老朋友，右手边有没有？楼上呢？没有。好，感谢神，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哈，今天都是老朋友，没有新朋友。那么下面是报告时间哈，报告时间。首先非常感谢那个Phoebe 和 Jack 夫妇献上的这个鲜花，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哈要去报告。
第一呢，就是这个今天晚上七点呢，我们有联合的平安夜烛光礼拜，那么欢迎弟兄姐妹呢带领家人和亲朋好友一同来参加，一同以感恩欢喜的心庆祝救主耶稣基督的诞生。今天晚上烛光敬拜之后呢，你可以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我们这个祭坛前面呢有很多这个圣诞红哈，这都是弟兄姊妹奉献的哈。那么在今天这个晚上啊烛光晚会以后啊，那么这个有奉献圣诞红的弟兄姊妹呢，可以把这个圣诞红呢拿回家。那么你在每个盆上呢，你可以看到有贴的你的名字啊，不要拿错了，只拿看到你的名字以后拿你自己的哈。如果你找不到你的这个名字的话呢，那么请联络这个 Claire Chung 和这个 John Chung 哈，这是一件事。那么还有呢，就是基要真理课程，为预备下阶段的这个圣洗礼啊，我们的卢光明牧师将在一月初啊开设基要真理班，请准备受洗的慕道友尽早的向范国斌弟兄报名参加。那么还有一件事是大家知道我们的司琴Esther Yuan 周爱明姊妹已经在我们教堂有服侍了15年已经服侍15年了，她呢决定呢将在12月底呢会退休会退休。那么我们非常感谢周爱明姊妹这段时间在我们这里的服侍，让我们以掌声向她表示感谢啊。那个教会啊，执事会决定啊，在12月31号主日崇拜之后啊，在体育堂呢会举办那个感谢周爱明姊妹的一个退休的这么一个全教会的特别的午餐会，欢迎大家参加。如果你决定要参加的话呢，这个主日今天这个主日之后啊，在大堂外面呢登记处呢登记一下。以便呢大家统计我们统计这个人数准备这个饭食啊。那么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执事会的提名在12月17日的执事会上呢通过了根据教会章程这个执事会的成员呢维持在这个18名但不少于12名的这么一个决定。那么我们现在的执事会呢有12名成员，那么我们需要呢补充6名新执事，任期是3年，是从2024年到2026年。那么执事会呢已经任命了一个提名委员会，这个提名委员会的成员呢包括周杰弟兄，这个 Lisa 钱丽石姊妹和英文堂的这个 Reggie Fong 弟兄，那么。这个执事会呢会负责推荐这个执事的候选人，共1月21日举行的执事会予以批准，请大家呢踊跃的推荐，并且可能呢成为执事候选人的名字，尽快的把这些名字呢提交给这个提名委员会，教会年度大会呢和执事选举这个会呢将会于2月11日主日举行，以批准，同时呢也会批准2024年年度的财务预算。那么另外一件事呢，就是大家可能在后面看到了哈，这个最后一排座位上呢我们已经准备了这个奉献信封，是2024年的奉献信封，大家呢可以，如果你是本教会的会员的话呢，你就会发现有你的名字在那边，你就去领取这个奉献信封。如果你需要还不是本教会的会员，你如果需要这个奉献信封的话呢，那么请与我们这个教会的办公室联系，我们会去准备。另外两件事哈要讲一下，就是说这可能以后在每次的报告中都会讲。
那么我们教会呢，这个儿童团契和青少年团契呢，现在已经开始。那么儿童和青少年团契是英文，成年团契呢是中文。那么非常欢迎弟兄姊妹带这个亲朋好友和子女呢来参加。那么为了方便呢，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在下工以后啊，就能够参加周五的这个团契活动。教会呢会提供简单的晚餐，晚餐呢是在6:30开始，请大家注意，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呢，我们是有团契活动，但是没有晚餐，这是为了给这些准备晚餐的弟兄姊妹呢有一个休息的机会啊。那么另外一件事就是儿童事工呢，我们需要多名的助理和教导的老师。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这儿有好几位弟兄姊妹啊，都主日的时候不能来参加，因为他们都在那边服侍这个青少年和这个儿童。那么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站出来参加这项事工的活动。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下一代需要我们来服侍啊，来服侍。如果你有感动的话，愿意投入这项事工的话呢，请与张丽丽姊妹，张丽丽姊妹今天不在，或者是我呢联系。你不用担心的，你不胜任啊。大家很多时候觉得可能我不胜任哈、啊，你不用担心你不胜任，我们会有一定的简单的培训。圣经上怎么讲？圣经上讲是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对吧？因为为神的事工服侍啊的人呢，你的力量是来自神，啊，来自神，所以神会给你加强力量，让你能够胜任，啊，让你胜任。所以圣经上不是在讲你的力量如何，你的日子也如何，啊，讲的是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那我们一直在祷告，祷告会一直在祷告，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大家庭啊，所有的弟兄姊妹呢，都能够找到自己服侍的岗位，不管这个岗位有多小。啊，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人人服侍啊，人人服侍。牧师还有别的告诉一下吗？啊，哦，对。那么牧师呢还会开另外一个班，就是入会籍的班。那么大家还不是会员的，如果想要加入我们这个华人地教会的话呢，也可以向范国斌弟兄报名啊，我们会有一个入籍班啊，入籍班。好，那么下面请会众起立，我们齐唱三一颂赞美一神，并请牧师为我们祝祷。我们来接受从神那里来的赐福，愿天父上帝大大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宝惠师跟我们众弟兄同在，直到永远。阿们，阿们。会众继续站立，我们一起唱《散回诗》，祝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唱第二段的时候，弟兄姊妹可以互相问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大地怜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
愿耶和华他的怜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怜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怜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好，谢谢大家。另外一件事呢，通知一下啊，那个今天没有主日学哈，因为今天晚上有烛光晚会，所以今天没有主日学啊。